欢迎光临上海迪士尼地下区。为了游客安全，根据相关法律和政府规定，每一位造访上海迪士尼乐园的游客需通过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官方渠道提前申报个人基本信息，提交成功后将收到上海迪士尼乐园预约码。所有游客在入园前必须出示该预约码进行扫码认证。为了广大游客和演职人员的健康与安全，根据政府